到那个领事馆，我们到那一边去，那边去啊，哪边？上面，上面，那一边。哎，终于爬上来了。对，爬上来了。现在时间是5:05，下午的5:05。很爽的啦，好大一只，在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啊，西子湾。西子湾。这边是这上面。英国领事馆。英国领事馆对。风景被。结婚呢？要这样，这样下午。就家这边开的吧。要站到没去啊？屁股下海。屁股下海啊！就过来，就过来。照。我以为他叫我们照屁股，他说屁股下海，屁股下海。杜老师没有照到，我会睡不着觉。我们现在是在哪里？现在我们是不是现在在哪里？英国领事馆。我是中山大学的。是啊，英国领事馆。英国领事馆。英国领事馆。你怎么没讲啊？你得讲啊！啊，领事馆的。英国领事馆领事。啊，英国领事馆。英国领事馆。讲快点讲。英国领事馆，英国领事馆，进来一点。手放旁边一点。我们的音乐的领事馆哦，我们国家音乐发展协会啊，我们的司理事长啊，来看过来，老师看过来，大哥呀，两司馆，好来，全部放到领事馆，好看过来哦，下一个，电坏掉了，叶雨桐，是你呢。妮妮有没有来？要不下，没电了。